主料，黄瓜400克，辅料，蒜头2粒，小米椒3克，香油，食盐，白糖，白醋，生抽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黄瓜切丝，加食盐，白醋腌制，将蒜头，小米椒剁碎，加香油，食盐，白醋，生抽拌匀。锅内热油，冒烟时淋在拌好的调料上，腌好的黄瓜丝倒去多余的水分，将调料淋在上面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将烧热的油淋在蒜蓉上，能带出蒜头的香味，但又不至于掩盖蒜本身的辣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